外露，你莫动外公，你是龙外王，外王外王，听你人都人计拼，你看起来是真好呀。本土天团九一一暌违五年，三度登上台北小巨蛋嗨唱，还邀请到这位神秘嘉宾，让气氛嗨到最高点。太开心，我超久没有唱歌。对啊，你在休息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稍微休息一下。茄子蛋主唱阿兵去年九月声带受损，宣布停工休团，暌违一年再度开唱，高亢嗓音回来啦，让粉丝又惊又喜。女神许若瑄也来助阵，超短迷你裙展现火辣身材，全场破万名粉丝尖叫声连连。为了带给观众最好表现，洋葱展开魔鬼特训，三个月成功产肉10公斤，三人唱好跳满，诚意十足。另外，选秀节目《原子少年》选拔出道团体 Ozone 晚间也在北流开唱，要给歌迷难忘夜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我是李依璇，主播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。将撼动社会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，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，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。更多新闻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